谢谢。虾虾包机，一人吃正桌。太不饿了吗？八九九幺哎，刚刚呢去挑战完蚵仔煎之后，还是有点饿，又想到上次有个高雄的烧肉店店员密我说他有在看我的影片，很希望我来高雄的时候可以来吃吃看，就是这间。那在出发之前，大家可以先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跟 FB， 看到我的更多生活动态哦。走吧。它分超多种价位，最贵的有4999。啊，4999，这有什么？仔细观想，有 A 五的。对啊。4999，压好了，他的票太贵了，点便宜一点的，还是折中。好看。嗨，那这个好了，顾问之夜，感觉还可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要点餐好。对啊，初次见面你好，我要点那个1299牛五花黄字虎，非常。积极点餐中。你们有很多种虾哦，没有，我这边会帮你们做长辈哦。好啊好啊，谢谢。积极上菜中，先来吃吃看综合生鱼片，是肥的那种哎，不错不错。下这个牛五花，鳗鱼，胶质的部分吃起来很 Q 弹，听说牛五花是判断一间烧烤店优不优秀的点，价还不错，肉质新鲜，湿式熟成牛肉，有腌制过，来，肉切的比牛五花的再厚一点，加上他们腌制过的调味。澳洲牛，加有韧性一点，牛味很重。有一种柳叶的感觉，肉质很软嫩，你吃起来有点像温体牛，很开心。更换炭火，义无反顾地继续吃。酱汁有点淡淡的柠檬香气，来吃这个泡菜，谢谢。继续烤肉。牛舌五分熟，蛮 Q 的，翻立贝。现在是海鲜汤啊！你说你以前很常来哦？那我大学都来这样，聚餐都来这样。都吃什么？他的虾子啊，他虾子都用剥壳。哦。我喝狂酒。扇贝，吹凉，很鲜，有一点黑胡椒的香气，干杯，这个蛮甜的哎。雪碧烤肉指数，
鸡腿肉，嗯，很嫩，有节瓜哎，瓜瓜，嗯，这是中式吗？不能烤吗？哦，应该可以。对啊，非常。比例猪，嗯，对吧？味道很。烤一下。好吧。对啊，火力加到最满。试试看这个猪。猪肋条，它还没熟，拌回去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嗯，外皮有点酥脆的感觉。咬一咬之后，有一种猪的鲜甜味。分布了一点油花。好啊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多！哎呀，后面还有。你们这都把虾壳先剥了，明天再剥。嗯，这是看客人的需求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重，边吃还好哦，太豪华了吧！白虾的部分总数是200。好，谢谢，你也对我太好了吧。可惜虾头，生食级玫瑰胭脂虾，再吸一口，嫩 Q 甜，水分和新鲜度都很不错。哇塞！哇，这个虾头，留着等一下吸。保护区，虾头里的鲜味比一般的虾浓了10倍以上，比3倍起司、4倍蟹黄，味道更加迷人。烤白虾。天使红虾山，真的太鲜了，简单烤一下就很好吃了。帮我们烤这么好，好啊，没有答应。店员很好心，他可能看我们烤太多，就要帮我们。可乐配烤虾，完美。嗯，香菇。香菇很重要。香菇配海鲜。救命！哇哦！Find it.
来比较清爽，这个呢味道比较浓厚一点。小虾、大虾，双人合烤，又烤好了一座虾子山、虾子金字塔、白虾，口感比较紧实，烤虾。很清甜，有咬劲的口感，蕴藏着比其他海鲜虾浓个十倍的味道，让人沉迷的奶香滋味。我现在有超多虾子，虾子聚宝盆，我是虾子富翁。开始狂吃虾子。用左右手开吃之术，虾虾杀手。打造知名地标，虾头山、海草七星。阿福喝汽水烤肉指数。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多虾子的一天。最后一只了，烤麻薯。这个马蹄是不是要打一打？我第一次吃到抹茶口味的，还剩下一点松露酱。好奢侈哦，松露牛盖饭，牛冻的肉，肥瘦分布蛮均匀的。烤棉花糖，莱姆葡萄，吃完了，满足。嗨，等一下再去外面录结尾。我们刚刚去吃完蜜丁了，非常感谢热情又亲切的店员帮我们准备了200只虾，吃得非常满足。这次来高雄玩得很尽兴。那看看我现在在哪里？啥？我昨天晚上去了一个岛，不爱我就拉倒。好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再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拜拜。